样就交代一件个人嘅事情啦。咁就交代完咧就自己讲就好过咧，即系外边即系大家喺网台界估估下咁。咁咪我都讲过啦，呢个节目咧就几乎系要想停咗佢咁滞啦。咁暂时唔会停嘅，大家可以即系如果未想佢呢个节目死嘅朋友们系未开心到住啊，即系想佢死嘅朋友们就 sorry， 想呢个节目死嘅朋友们未开心到，咁唔想佢停嘅仲可以睇多一啲时间嘅。2019年一定会踏入2019嘅，如果我安好咁，我都相信我安好嘅。咁但系2019走几远条路啊，未来再算。不过呢一阵接回应 chat room 啊，咁就虽然忙，但系仍然，我呢啲人真系成日性情难却。咁大家睇我 Facebook 都知道，啱啱其实礼拜一都帮人第二个网台做咗嘉宾啦。咁另外因为咧就系又系性情难却，咁有人邀请我去开一个节目，咁但系个节目咧就我只系预计会做一季，我就会闪噶啦。咁所以都系难性情难却，因为本身确实呢个题目亦都系过往系我都寻求去讲，咁但系都冇去付诸实行啦。讲过都系完全一过去都系讲灵异啊案件嘅事情啦。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啦？其实潘少忠先生识我嘅时候，其实原本喺书局 N 年前见到我哋科幻小说，因为我原本系涉猎嗰方面嘅事情嘅咁样。咁另外仲有乜嘢要交代呢？其实差唔多啦，呢样嘢系啦。咁所以大家就冇需要过分多猜测。咁其实点解南生话忙又帮人手咁样呢？实质都系即系性情难却，帮一帮手咁就我都会好快回归自己嘅工作岗位去专心写作。咁仲有犯罪课，当然一切不变啦。咁大概系咁样哦。有冇咩补充啊？仲有一样补充埋头先关于咩阴谋论加咩超自然现象啦。咁大家当然必定会有人有阴谋论，里边有阴谋论。咦，阴谋论嚟啦！南山讲阴谋论，你有乜嘢阴谋先？点解你咁想讲？唔喺一早开嘅节目喺度讲先。个 point 系大家要明白，喺好大个网本身就妖言惑众系呢一类型嘅节目噶嘛。咁你要尊重人家咁。喂，咁你唔好一齐去做呢样嘢，同埋我本身真系冇呢个动机去开，不过人哋话，喂，咁帮手啊，好啦，帮手一嘢啦，一嘢即一季，咁就会回归写作。好，讲完。上集都有提及过，今次又要再讲咧，大家放心啊，今次讲完之后都要讲啦，直至到季度完结都要讲。咁就系、是去到13集之后紧接啦，都会系我哋两个做翻，咁就系、是。應該不會用都市黑霧這個名稱啦。藍秀朗和他拍檔阿晴呢就會開一個新的節目，就是叫做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。有一些朋友們呢、他是給了這個三個月的付費的嘛，譬如、他如果第一天開始給就沒事了，剛剛、正一毫子都沒事給你，那就完成了13集啦，即是三個月的時間。那跟著、如果中途才加入啦，中途支持我們、可能給了1.28三句重温的時候就，喂，咪住兩位，你哋開咗一句，我先要俾錢喎。係咯，咁咪真係有一句空窗期叫做，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阿晴，我哋含蓄啲表達啦。點算咧？含蓄啲表達冇表達，含蓄啲表達就係有得算嘅，都係有方案解決咯。係啦，咁咁樣講啊，呢個節目本身真係諗住做一季嘅，而做一季本身裡面我哋都要做啲資料蒐集嘅嘢啦，咁所以一季真係要咁嘅。咁但係係咪等於你俾咗錢就？冇嘢睇咧，就唔係嘅。咁因為就我哋會繼續去做啊。咁藍秀朗同埋佢拍檔阿晴咧，就會開一個新嘅節目，就係叫做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。只係同大家擔保就係，總之你俾咗一二百中途俾錢都好啦，就唔會去到三句後13集以後就冇嘢睇嘅。係咯，就唔會話要翻睇翻第一集嘅咁樣。咁你中意要出嚟唔著掹你唔著嘅，好嘅。藍秀朗同埋佢拍檔阿晴咧，就會開一個新嘅節目，就係叫做《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》。